是要真的吗？对，要分享这种东西。哦，OK，那好了，那我们就把他们直接。好，苏珊珠绝唱完就下台，好吗？对，可以，可以，等介绍一下自己哈。哎，我这样好，我们明天Tayden今天要送给你们Plum Sauce，乌梅子在有没有听过？大家，乌梅子这样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Tayden，有听过的一起唱，没有听过的没事，OK，跟我给我跟我一起乌梅子这样，在副歌的时候，我们试试看一下，OK？好。你渐渐的微笑，就像 OK，就这样，大声一点，好，大声一点 OK， 好，掌声给 Clayton。等一下，这是喜剧。来。街头表演者就是这样很即兴的 ，OK？ 你们看哦，其他的人的吉他都那么漂亮，他的吉他也很漂亮啊，有动的。好，如果平时大家要追踪这个 Tayden 的话，他的 IG 在上面哈 ，Play Sings， 他真的很厉害，唱歌，待会儿大家可以录影起来，哎，真的很棒。OK， 今天会带来这个乌梅子酱，是因为最近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火红啊，在网络上很多人翻唱。好，那我们再给 Clayton 多一点时间。大家记得下，还有扫这个 QR 码的朋友，你们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，然后寄给你没有在现场的朋友或家人的，然后寄给他之后叫他去登录，然后 skip 那个 advertisement 就可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 ，Clayton？ OK， 抱歉。Let's go。飞刻在树枝上，蜻蜓落在水花风中凉，表白后的你树下怎样翻了样，你的不像话再让我想一想，那嘴里的情话怎么讲，表白后的乌梅树下突然发了芽，约好到白头。准备好了？你渐渐的微笑，就像乌梅。哎，你们没有唱，来。你渐渐的微笑，就像乌梅子酱，尝过了你的刺痛，不合理的是甜甜的。来的怎么决定？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，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，迎风吹过你的头发，我好喜欢，厚厚的甜蜜感，用幸福撑杆成一些手残和照一张，都不错，你微笑的那收紧你的浪漫，原来真心诉求爱是这么简单，我心已陌生你可爱的模样，我以为分的解释我有多少的遗憾，你微笑流浪收紧你的浪漫，原来爱情可以来得这么突然，短心的桥梁相爱没几拉长，我们的感情蔓延滋长，用文字培养在虚拟土壤，要你守得美的梦梦朝朝比你看看成就，我为你一哭，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，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，是甜甜的爱情来得这么确定，因为你每个害羞
的微笑就让梦里结账，让风吹过你的头发，我好喜欢红红的甜蜜感，用幸福遮盖着一些数字，合照一张。舅舅，合照一张，帮我们拍一张合照好不好？来。拍一张合照，给我们看这边这边。不要别灯多多哦，六楼。合照一张，合照一张，好，后面的朋友来对视一下，合照一张，来上来帮我们拍一下照。一，这边这边这边。两分钟计时。哎，灯很多嘞你。OK， 合照一张，和夕阳。谢谢。不要搞垮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拖累他了，对吗？不会啊。好听吗？跳一下，好听吗 ？OK 啦，哎呦，不要这样严厉啦。OK， 可以，现在倒数了，快两分钟时间，飞整，飞整，来，要脱吗？介绍自己，介绍自己。OK， 就大家好，我们这是飞整，然后，刚才你说。小林俊杰，小林俊杰，小林俊杰，我觉得你要示范一下你的高音，大家听很高的音吗？听高音，听高音，我就要听高音。来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快点哦！这个不要尾的哦，来一个，就一句，你要我走一段一段一段 ，OK， 一段来，你要把握哦。心一家，拉着高山肩膀，每一步每一步，你应该叫他厉害吧？北京一夜吗？玩哪里北京啊？啊，回来玩哪里北京？煎熬比这个还高嘞！不想再问你。Basking token 给他，没时间吗？你不要就我来喽。没有，一般上你会在哪里表演？哇，现在一般上就比较少街头嘛，都驻唱啊，驻唱的，驻唱，主要驻唱。要去哪里找你？对啊，那个对对，等一下就在三泰驻唱。对哦，很近哦。活动结束之后就马上去三泰的，对。而且飞登也是有在教唱歌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在 Kaki 那边教唱歌，对对对。其他很多歌手都有教唱歌哦。啊，对的。是是，因为他们的实力真的很坚强。那现在如果是要追踪他的话 ，Clay Sings。对对 ，Clay Sings，IG handle。Clay Sings， 而且今天如果是赢的话，有这个陈奕迅演唱会的门票嘞。啊。你要不要唱一点陈奕迅？要跟我去演唱会就投我一票，投我一票。好了，掌声给观众，谢谢观众，谢谢观众。好，真不容易啊，真的。